你说了，哎，有人下，写了，他写那个四百个写来，他会发什么状态呀？哎，好状态呢，他没等他，他先到我这里来，他来问些，那些说写那个没有事儿，上来就那些状态的，你去查查来。哎，看来那一轮呢，一打你就来发打你呀，一轮呢。多大可能在做那个车子里面？是啊，多大可能在打那个破卡的？比如我工作的弄啊，是我工作的弄车了，他的家里挣钱。比如说那个卖的车子，他还能跑得呢？那可能是你家那个车子打的你妈的，你弄那一种不容易的哈。那把车修好了，你怎么用没呀？给破正很长久，哎哎，好，后边听他牛，我可能比牛多。